歡迎大家繼續收睇咧，就係耀財財經台嘅直播環節嚟到開市錦囊，先同大家跟進一下 A 股方面嘅最新表現。咁見到啦，三大指數暫時都係回調當中，但係波幅咧就比較窄。上證指數跌緊咧就係一點㗎，做緊3956點；深證成指跌43點，做緊13753點；滬深300指數4259點，跌緊2點。咁見到三大指數啦，暫時咧都係咧要向下㗎。咁但係見到啦，就係暫時咧上證方面咧，仲未衝破就係4000點噶。咁但係見到啦，琴日點一點過4000點之後咧，就繼續有翻個回吐嘅情況。A 股走勢點樣可以行咧？咁啊，先問翻我哋嘅分析員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咁啊，請嚟我哋嘅高級分析員阮子希 Harry 噶。Harry 你好，你好。係啊，見到咧，同你講下就 A 股方面嘅表現啦。咁雖然咧就係見到上證方面啦，咁啊暫時嚟計又升翻唔夠1點啦，比較窄幅波動啲啊。咁啊好多人都話 A 股升得好多啊嘛，有可能咧有調整嘅風險啊。你自己點睇 A 股方面嘅後市走勢？但係見到啦，即投資氣氛咧就都就有交投啊，都幾暢旺噶嘛，連續咧就係7-8日到啦，咁啊已經係咧就係過萬億成交都到噶，咁你又點睇 A 股方面嘅走勢啊？啊 ，A 股嘅走勢咧就反覆少少啦，咁但係咧就暫時去睇咧又未必咁快咧可以咧即係一舉突破翻咧4000點呢啲位置嘅。嗱今日咧日中有機會會試一試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就現階段咧就係好多股民咧而家咧就嗰個嘅議題咧就走咗嚟香港買股票，咁所以咧 A 股咧或者係上證指數嚟講咧，你見個交投上邊嚟講咧，其實依然都好旺盛嘅。我哋特別見到咧，就係如果大家掀開內地嗰啲嘅即係財經報章雜誌咧，其實大家都好多嘅訪問咧，就係關於啲90後嘅一啲嘅股民咧點樣入市去炒股，又或者係咧見到咧好多嘅一啲嘅即係新開户嘅一啲嘅即係民眾咧，其實咧好踴躍地入市咧。咁但係咧就現階段咧，始終咧上證指數咧係上到嚟近4000點呢啲位置咧，基金嗰方面咧，其實呢啲大型 institutional 嘅一啲 investor 咧，就開始有啲沽貨嘅。咁所以咧，就現階段咧，上證指數咧，我預測翻咧，都係以一個4000點作為一個標準線嘅企穩咗之後咧，一舉有個突破大成交之下咧，咁先至可以咧就再試多，即係譬如話1-2百點嘅呢個目標嘅。咁暫時去睇咧，即係今日個關注焦點咧，就擺咗喺嗰個 CPI 嗰方面嚟嘅。咁呢個嘅數字咧，其實咧，我又覺得咧。現階段咧未必有一個嘅好大嘅個嘅啟示，咁而家現階段出咗嚟咧，就即係三月份嗰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咧，即係1.4% 咧，大致符合翻個市場預期嘅。咁但係個 PPI 咧，其實都依然係咧跌緊成4.6%嘅。嗱，符合預期嘅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物價指數表現咧，對於個指數嗰個啟示性咧就唔係話太大。咁我咧就會見到咧，即係現階段咧都始終係一個資金流嘅一個釋放啊。咁大家密切留意翻咧，即係整體釋放幾時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轉勢咧？就睇翻咧就係嗰個嘅成交額。如果你見到咧，真係有個好明顯嘅萎縮咧，咁就有機會有個幾明顯嘅一個倒轉頭向下嗰個情況。咁但係暫時去睇咧，我未見到呢個情況出現緊嘅。係啊，見到 A 股方面咧，暫時都係咧就係窄幅上落啦。但係見到港股方面嘅情況咧，就依然好似係走強啊，連續兩日大幅度飆升噶啦。咁成交金額咧超過咧就係2500億元啦。咁其實反映到咧，唔單止係咧北水南下，唔單止係內地方面嘅資金向嚟香港流啊，反而海外嘅資金咧都不斷湧港啊。咁見到港匯方面咧呈現強勢，咁好似金管局啦喺琴晚傍晚嘅時分啦，承接咗美元嘅沽盤，變相咧又向市場注資31億噶咯。咁啊啲熱錢係咁流入，其實港股嘅指數仲有冇機會再向上望啊？我睇都係比較樂觀少少嘅，咁但係咧，你要嗰個升幅咧，好似尋日嗰啲咁樣嘅升幅咧，我覺得難少少啦。咁始終咧，即係呢啲即係一陣嘅一啲嘅亢奮嘅情況咧，由於尋日咧，其實咧嗱，一朝早咧就升咗成即係本身成1600點咁多啦，咁但係咧及後咧即係見到個1600點嘅升幅之後咧，過15分鐘之後，你又見到唔見咗1000點啦。咁所以對於咧普遍嘅散户咧，又或者係即係就算真係有一啲嘅基金落嚟買港股都好啦。呢下嘅一個嘅即係咁大支嘅一啲嘅如果你話見到咧，即係個圖上邊嚟講咧，咁大支足喺度咧，其實有少少戒心嘅。咁我會覺得咧，現階段上邊嚟講咧，指數你話咧，即係尋日個夜期升咗咁多，又或者係咧個 ADR 指數咧衝得咁行嘅話咧，我依然覺得咧，對於今日嗰個指數嘅升幅咧係有啲樂觀嘅。咁但係咧，你話係咪閒閒地可以升翻6-7百點咧？機會咧就未必咁大嘅。咁所以咧，今日繼續密切留意翻嗰個嘅成交嘅表現啦，因為完全係一個
資金市嗰個狀況咁樣，咁所以咧指數咧，我會先睇睇咧，大概係喺27,500點咧，作為一個初步嘅目標先。咁及後咧打後企穩咗咧，我先至逐500點，逐500點去走上去嘅啦。咁但係奉勸翻投資者啦，我都係覺得咧，即係現階段咧，如果你要指數衝入去啲嘅藍籌股咧，其實你係非常之高追嘅。我舉個例子，就如果你話388嚟講咧，其實咧現階段呢個咁樣嘅價位咧，你 expect 緊咧每日嗰個成交咧，應該要有2500億以上，你先至撐得起呢個股價嘅。係咁，所以咧，我建議翻咧，即係呢啲嘅估值啊，去到咁瘋癲嘅水平嘅時候咧，你入市咧需要留一留意咧，其實整體咧大家係撇開曬所有基本因素咁去炒嘅，咁而家逆入市嗰個風險咧係相對比較大啲嘅。好啊，咁見到咧就係咧藍籌股方面咧，頭先你一講到，如果再湧入去藍籌股咧，始終咧都係比較高啲嘅水位啦。咁但係見到依然有資金咧就係流入翻咧就係啲豪賭股度追翻個落後，尤其是金沙咧而家呢刻升幅接近咧就係超過3%啊，做緊37.75。咁啊，另外銀娛方面咧都繼續有資金流入，都升緊超過1%噶啦。咁啊，做緊41.5。咁啊，連日嚟啦，除咗啲即係中資金融股啊或者其他大隻啲嘅藍籌有資金追捧之外啦，豪賭股都有資金就係追呢個落後。其實你又建唔建議呢？如果你話豪賭股啦，順追落後嘅，即其實我覺得個形勢上邊咧，即你話個基本因素咧，其實嗱頭先都講咗，都撇開咗啦。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咧？即見到下個月嗰個嘅本身發布嘅一啲嘅豪賭業收入個數字咧，係有個好明顯嘅一個嘅回升咧？咁樣我睇個嘅即豪賭業個收入嚟講咧，嚟緊都係會有個下跌嘅形勢。只不過個跌幅可能會收窄嘅啫。咁對於咧，即係唔同嘅豪賭股，譬如27號啊，或者係1928呢啲股份上邊嚟講咧，大家都係大體上邊覺得佢跟隨個市況嘅發展嘅啫。咁至於咧，就你話咧舉個例子，如果譬如話銀娛嚟講咧，可唔可以一舉收復翻咧？譬如44蚊呢啲位置咧，我睇咧個阻力會比較大啲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現階段再去追豪賭股咧，追落後個形勢咧，我會覺得咧就個直播空間未必咁大啦嚇。咁始終咧呢一陣咧由32蚊升到上嚟41蚊咧，其實嗰個嘅即係交易日上面嚟講咧就唔係咁多嘅啫，即係幾急升嘅一個情況。咁如果你話超賣得咁緊要，你再追落去嘅話咧，我睇個風險都比較大啲嘅。咁所以咧，觀眾嚟講啦，就算你追落去啦，所以我覺得需要咧留意一下個注碼嘅。好，唔該曬 Harry 詳盡嘅分析。咁啊，我哋同大家都跟進埋咧其他藍籌股方面嘅最新表現先。見到匯控啦，升緊4.5，最新報69蚊。中移動啊，升緊超過1%，做111.5。建行方面繼續升緊7仙，升緊1%。工商銀行啦，升緊3仙。中國銀行升緊6仙，升幅同樣超過1%。港交所繼續向上，最新報緊243蚊，升緊3.4。眾人壽升3毫，友邦保險升9毫，騰訊控股升2毫，最新報160.1。金沙中國啱都講到升超過1%。長和啦，回緊2毫子，做緊165.5。新鴻基地產升6毫，九龍倉升6毫。至於中海外回緊3毫子，做緊29.15。華潤置地升緊0.5子，升幅唔超過1%。石油石化股全面向上，中石油同中石化同樣升超過1%，中海油率係升超過2%，最新報12.2。昆崙能源都升接近2%，最新報8.66。中國神華21.85升2.5。我呢個剩低時間，順便同你都跟進埋今日首日掛牌嘅廣發證券最新嘅情況，編號1776啦。咁見到股份啦，獲咗180倍嘅超額認購啊。咁啊，見到現時個股價做緊25.65，講緊佢嘅招股價啦，就係18.85，已經高出咗超過曬30%噶啦喎。咁啊，呢只股份個氣勢唔錯啦。咁啊，上市嘅時間都好似幾利好佢個股價走勢啊。咁啊，應該點睇佢今日嘅表現啊？今日應該會做得幾靚嘅。咁我覺得個形勢啦，就如果投資者你係本身咧都持有一定嘅數量啦，咁我嗰個取態咧就係先沽1/3走，咁另外嗰啲咧就擺喺度，咁睇下個 A 股嘅形勢會係點樣嘅。咁而另外如果你係只係抽到1手2手咧，咁我睇翻咧今日啲高位咧大概26蚊、26.2呢啲位置咧，就不如先行沽走佢啦。因為其實你就算 keep 喺度咧都冇乜肉食嘅，咁啊睇下個情況咧，再後低再買翻咧。咁而現階段嚟講咧，個 A 股嘅形勢咧，我哋見到嗰個成交額係咁靚嘅。
話咧，而廣發咧喺嗰個估值上邊咧都有少少落後嘅，咁所以咧啲基金會繼續追貨嘅，咁所以對於咧今日嗰個形勢上邊嚟講咧係會有啲利好嘅。好，唔該曬 Harry， 呢節時間差唔多，同你做翻申報。過往兩節提及嘅股份或者係相關嘅指數資產，自己有冇持有？我有講法嘅。好，唔該曬，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繼續有即時功能。